我们来请马来讲话一下，来嘛，马。啊，他害羞，赶快唱歌。好了。第一首歌叫《牵一个勇敢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长大后变什么样？小时候很多想象，一直以为有个宝箱打开是力量。是成长，没遇过太多风浪，突然离开那个家乡，有点不习惯。不想和别人一样，就要更努力去闯。门头的大喊，我在追赶横穿，我会跟上他，我们并肩看远方。前头成了戏。